老公，你这一直在叫帮啥呀？你这是催面，你要盖房子呀？什么盖房子？这个是一个吃的。吃的？对呀，特别有营养，它叫黑芝麻糊。你这不是怀孕了吗？然后我想着你天天太瘦了，我给你做点这个，给你补补营养。这个是能吃的东西？当然能吃了，你别。是这个样子，有点不像呢。像什么？水泥吗？水泥，我以为你要盖房子呢。不是，宝贝，这个东西可好吃了，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。你闻闻味道。嗯，芝麻的味道还挺香的。香吗？来吧。我有点不敢吃了，不。要不你先尝尝，你尝尝。刚刚什么味道？行吗？我那我先尝一口啊。大白，真的好吃吗？这个东西可香了，我小的时候可喜欢吃了。我怎么没见过呢？我从来没吃过。怎么样？我都流口水了。你不是不敢吃吗？你还说它像水泥。但是我看你吃挺香。你尝尝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孕妇可以吃是吗？当然了，就是因为要给你补营养嘛。那我尝尝，热的是吗？嗯，怎么样？嗯，还挺香啊，有点像，那个叫什么圆的，我爱吃的那个早上吃的那个圆汤圆儿，汤圆芝麻味的，我爱吃的。老公，这个东西有点神奇，它这个颜色。我刚开始看，我觉得不能吃的，但是它吃起来还真挺好吃的。看着有点像水泥混凝土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我都不敢吃，但是一吃，哎，这东西确实挺好吃的，而且不营养，特别好。芝麻的味道。芝麻的味道特别浓。俄罗斯没有吧？没有，我得往俄罗斯把这个东西往俄罗斯带回去，卖到俄罗斯去，让他们也知道这个味道，对吧？他们不一定敢吃。尝一尝呗。